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举行升旗仪式。Now is time to raise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. 好，我们将有请，我们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韩涛先生，还有多伦多华联总会的主席翁国宁主席，还有我们安省省议员 Peter Tabbins 一起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旗。好，我们一起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